朋友，大概分为两种。那你要的西瓜多少钱呀？多少钱呀？15.5块。给你转过去了。怎么挑了个籽这么多的？还不如我自己买的呢。等下回一起算吧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笑的？等等，你先别说话，你说话风大。那么小气干嘛？好朋友在跟你开玩笑的嘛。雨辰，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？雨辰，这本书借我看看。华姐，对不起，我看得慢，借的时间有点久了。是不是我？